7月27日24时，大连市新增确诊病例6人，均有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，其中2人为海洋海鲜公司员工及家属，2人为海洋海鲜公司员工及其家属的密切接触者，2人为大连湾街道的居民，累计确诊病例44例，其中39人为普通型的病例，4人为轻型的病例，1人为重型病例，32人为海洋海鲜公司员工及家属，4人为海洋海鲜公司员工及其家属的密切接触者，8人为大连湾街道的居民。所有确诊患者均在大连市第6人民医院集中隔离治疗。